黑五最受瞩目、折扣力度最大的商家 Costco 第三波黑五海报来了。新一轮促销将于10月26日开始，10月26日仅在线上进行，10月27日至11月30日线上线下同时进行。但促销产品稍有区分，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哦。我们从中为大家挑选出了不能错过的超值好物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还会带来 Target、Best Buy 等每月及黑五必抢好物推荐，所以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飞利浦钻石电动女神牙刷两支装。飞利浦的牙刷有多出名，咱就不多说了。这款智能系列可以让牙刷通过蓝牙与手机 App 互动，用模拟的形式实时观察牙刷在口腔内部工作的情况，哪里不满意刷哪里，让使用者更全面地保护牙齿，用正确的方法刷牙。安上刷头后，牙刷可以自动匹配刷牙模式，以达到最佳清洁效果，包括三种强度，以及清洁、美白、深层清洁、牙龈健康、舌头清洁等五种模式可选。这款套装包括了两个手柄、两个充电杯、两个 USB 旅行充电盒、两个牙菌斑刷头、两个 Diamond Clean 刷头，配武力减130刀哦。微星 G175 游戏本， G1 在微星的定位已经是和 GS、GT 平行的游戏本旗舰，相比粗、黑、硬的 GT 系列， G175 的外形更接近于 GS75。 17英寸显示屏，重量也仅有 5.75 磅，和主流15英寸游戏本相当。6核 i7 配合2070，不管是游戏还是生产力都非常充沛。 72% NTSC 也覆盖了接近 100% sRGB 色域容积，满足部分专业需求。黑五价格$1199.99，非常不错。Maytag 四叶片带不锈钢食物处理器洗碗机，触屏设计，防指纹不锈钢材质，非常显高端。内部带有4个清洁叶片，有高温烘干功能，洗好以后的碗干净清爽。食物处理器可以清理掉入洗碗机的食物碎屑，不用再自己手动清理了。除此之外，这款洗碗机在运行中声音较小，安安静静，不会吵到主人休息。戴森 V11 宠物无线版手持吸尘器。 V11 与 V10 外观相比，边角设计更加趋于流线型，更加圆滑，集成筒依然保持强力的直线型设计，全机过滤了 99.97% 的微尘颗粒和过敏源，吸力在 V10 的基础上提升 20%，最长续航保持60分钟。主机配备了一块 LCD 液晶显示屏，可以显示电量、吸尘模式、清洗提示、故障排除等操作提示，一键操作更轻松。 V11 宠物版配备了5个吸头，分别为地板高扭矩吸头、电动床褥吸头、组合工具、顽固污垢毛刷和缝隙吸头。戴森 Pure 冷热无叶风扇，净化、制暖、凉风智能三合一，带有360度玻璃纤维 HEPA 滤网，可以自动净化 99.97% 小至 0.3 微米的颗粒物，冬季快速均匀制暖，夏季输送强劲凉风，全年智能净化空气，配合空调使用时能让空气在房间内快速流通，在制暖或者凉风模式下均可实现远距离输送强劲气流，提供广角气流覆盖、 WiFi 连接，可以在手机 App 上轻松监测家中空气质量，自动调节净化速度，实时同步数据。 NutriBlade 多功能食物料理机套装。 NutriBlade 加这类搅拌机不但可以当做个人搅拌机使用，更意味增大功率、多种搅拌速度选择和配备更大的搅拌杯，能满足更多搅拌要求。NutriBlade 一共有两款多功能搅拌杯，分别是 Blender 和 Blender Combo， 两款搅拌机均为1200瓦功率，使用更高效。 Blender Combo 更是设计了多个配套搅拌杯，不管是携带随身饮用还是与家人分享都非常合适。Craig K Cup 六种品牌混合口味咖啡胶囊72粒，每天早上起来都十分期待一杯美味的咖啡，家中咖啡胶囊肯定是不能少的。 Craig 这款混合品牌 K Cup 胶囊咖啡产品十分丰富，混合6款口味，每一款都非常独特。支持 Craig 家品牌的胶囊咖啡机，而且 Craig 胶囊咖啡机非常方便，不用担心洒落的咖啡粉，自己在家亲手做咖啡也十分轻松简单。Blink 新款5摄像头套装。 Amazon 旗下全新推出的 Blink 监控摄像头，两节 AA 锂电池即可续航2年，双向通话，实时在线监控，自带动作感应器，可以自动记录关键时刻的图像和声音，自带红外线夜视功能，全天候使用。
以上就是本次黑五 Costco 第三波超值好物推荐了。有些热门商品在开抢时就会一秒售罄，有中意的产品一定不要错过呀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，会有更多北美有趣实用的内容等你来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